Continental GTVS 正式发表，设计上除了维持 Bentley 家族优雅外形，这次 GTVS 更加装空气动力套件，为整体车款添加运动性格。GTV8S 呢，在外观上面呢，跟 GTV8 最大的不一样呢，就是它有了车头跟侧边呢加装的空气动力套件，所以我们可以在下面呢看到有黑色的裙角。那在内装上面呢，它采用双色的设定，所以呢让它看起来更 sporty， 更轻松，更运动化。GTVS 采用较硬的悬吊设定，让车身在过弯时的操控上能够更加灵敏。而同场记者会更发表 Flying Spur V8， 极具雕塑感的车身线条配上 V8 引擎，让它的油耗表现更上层楼。Flying Spur 呢 V8 它一样采用了跟 GTV8S 同一个的 V8 引擎，那得力于这颗引擎呢，在整个动力表现上，还有在油耗表现上呢，有大幅的提升，提升了差不多40%以上。这个主要是因为它采用了气缸钝化的这个管制系统，让它在怠速的时候呢，或者是巡航的时候呢，只用四缸来运作，而不是全部八缸都在运作，所以呢，在油耗上面有很大的提升。锁定金字塔顶端客户，秉持优雅设计精神的 Bentley 在自家车款研发上不断加入新元素，要为车主提供更丰富的驾驭体验。